同学们好，咱们看 Section B 这篇课文。Students these days often have a lot of worries. These days 就是现在啊，就是如今这个意思啊。这些天指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吧，可以说啊，如今学生们经常有很多的忧虑，很多的担忧。这个 a lot of 是许多的意思啊，许多后边可以跟可数名词，也可以跟不可数名词。这个 worry 在这里是可数名词啊，它的原型是这样的，以辅音字母加 y 结尾的名词变复数，把 y 变 i 再加 es。 这里的这个 worries 啊，相当于 problem 字啊，就是烦恼啊，有很多烦恼。